苏文道啊，我系张伟少嘅亲善大使，我叫谭雅芝啊。今日由我带你哋游览下校园啦。好啊，多谢阿芝。系啦，你哋嚟咗学校得一段时间，你对学校嘅印象系点啊？我觉得校长同埋老师好亲切，而且同学都好愿意帮助我。我觉得咧，学校干净又整齐，令我觉得好舒服啊。学校之所以咁整洁，除了有公有依，并同埋你、同埋你、同埋我哋，等我带你哋睇下校园整洁嘅秘密啦。我系呢张台嘅主人，我要令佢保持干净。呢个格格系俾我自己用嘅，我将我啲物品摆放整齐。柜桶垃圾要清走，格柜整齐空间够。我是值日生，我负责提醒同学桌椅摆好，保持地板清洁，地板清洁不邋遢，桌椅整齐最负责。我都是值日生，我每次擦完黑板都会顺便将粉刷和粉笔放进胶盒，粉刷粉笔放盒中，工友清洁更轻松。系班唔系，我哋系科长，我会将各科嘅功课都会放入保具，顺便整理一下。咁拎功课嘅时候就够晒方便啦。宝柜分类中英数，提取补册冇难度。我是班长，我会协助老师收拾好桌面的文具，老师文具摆放好，处理班务效率高。你看依家课室环境变得几舒服。咪住，唔好忘记继续做好防疫措施，先可以抵抗病毒。希望唔好日日都见到你啦。消毒用品要放好，卫生抗疫意识高。校长、老师同埋工友都会经常检查，如果我哋有啲地方做得唔好，就会提醒我哋，帮助我哋建立自理习惯，保持环境整洁。咁我哋就可以喺一个舒适嘅环境里面学习啦。睇嚟我哋要做翻一个爱护环境嘅好学生啊！每日五分钟，课室整洁好轻松，养成好习惯，环境舒适，人人赞。